欢迎收看10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杨子轩。新闻一开始，首先带你来看到花莲县议会定期会25号开始进行议员们的县政总质询议程。首先由议员吴东升来质询。吴东升表示，花莲市智症确诊率为全国第一，而对于家庭失智症照顾者，希望县府能够规划局服相关课程，让失智症的照顾更完善。花莲老年人口持续攀升，县内50岁以上失智人口约有4862人，失智症确诊率是全国第一。县员吴东升表示，对于失智症患者家庭照顾者需要更多协助，建议县政府能够提供居服相关的课程，让失智症家庭照顾者完成课程之后，除了可以照顾失智家人，还可以协助周边邻里，让居服照护功能更完善。针对我们失智者的照顾者，就是他的家庭部分，能够让他们上居服的课程，免费的居服课程，能够照顾他自己的家人，照顾他自己的亲戚。这些课程一旦开立之后，不管在他们的照顾的本能上，还是说放松，都可以相当有立即性的改善。再来，这些人如果有取得资格了，我相信有一些机构目前是缺人的，甚至想要来花莲开机构的，还是在地人想做机构的，还是我们这些失智者的家庭，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机构，来照顾我们的长辈。你们的双手是最温暖的，你们是最有爱心的，大家来组成一个机构，你们都是最好的居服员，来照顾自己的长辈，照顾别人的长辈，你可以有32000以上的薪水，你可以在这边住宿，你可以放假，你可以休息，找回你人生的尊严。这一些是期待花莲县政府，不管是团队、社会处、卫生局，还有大家要齐心协力来尽快完成。而对于农业处相关业务，包括了花莲农产运销公司营运绩效不佳、屠宰猪只的不良率等问题，议员们8月份组的专案前往会勘，希望农业处可以提出相关的改善方案。到现在农业处没有作为，吴东升表示，这攸关着花莲食安问题，农业处要锁紧螺丝，上紧发条。记者刘明胜花莲市报道。